千里路，吃过万般苦，才来成就感情的葫芦。雨过看日头上世情，才有手中平凡的幸福。心糟糟，月娘照路伴天星照顾，雨夜山车永远袂变心，因咱来找着光明前途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拼出未来。阿月小姐，郑先生，阿你来伫遮？我是特别来看你的。特别来看我？是啊，我坐暗车来的。我惊讲我想我来，你若无伫厝，我就拄袂着你啊。你惊拄袂着我？我一路拢在遐想，万一你若无伫厝里，我是要去找你啊。不过好佳哉，总算给我记着啊，阿月小姐。小姐都没说话，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阿月小姐，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你说啊。其实我一直烦恼咱两个人。咱两个人是怎样？我是说新店啊，你做也这远啊，我唔知影你敢会想要继续跟我联络啊。不管安怎讲啊，天黑了我嘛是要回去新店过生活。你要回去就回去，我可以当讲啥？不是，不是安尼啦。佮讲不是安尼，寄一张批来，交代讲要回新店啊，人都无消无息。是阮大嫂急要我回去，因为伊安排相亲啊。相亲？哪安尼？你敢找我做啥物？唔是啦，是因为已经安排好啊，我着惊伊派错人，所以着去啊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无法度甲你放袂记啦。
我想通啊啦，我喜欢的人哦，一直拢是你。就算讲身地甲祖爷搁较远，我嘛是想要甲你交往。较细声的啦，互人听到要安怎？是的啦，啊，不过这就是我心内话啊。就是阵仔无去找你，嘛无写批，你敢是搁咧想我去啊？知影我咧想去，安尼就爱看你以后的表现啊。查某囡仔人的青春有限呢，哪会当互你安尼凊彩浪费啊？你感觉我不应该生气吗？应该啦，应该啦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啊，只是。莫去想久就好啊啦。雪美，行，阿哥带你去啉红豆汤。阿哥，唔紧倒来。啊？真正是，一点仔拢唔知影查某囡仔人的心意。你讲唔紧倒来，我都要查你啊。原来伊不是我去的，等我一下啦，阿哥小姐。我实在是足烦恼结苦的，安尼经来经去吼，还是要经到几岁才会当嫁出去啦？啊，但你想想遐尼多是要创啥物啦？啊，人结苦吼，为伊家己缘分啊，缘分还未到进前吼。咱国安那金也是无路用啦，阿达吼，为着咱兜也无欠一块碗一双地啊，我这个做老爸的吼，就算讲饲伊一世人，我嘛甘愿。嗯，你就是安尼啦，结果就是互你想歹的啦。嗯，啊你敢都袂生意哦，做爸母的吼，倒一个讲袂疼囡仔。啊，不过吼，迄是伊的终身大事呢，迄袂用搁在意啦。是讲迄个邓先生无消息也好啦。安尼吼，结果早晚就对死心。感情变薄吼，啊，去靠，搁找新的缘分，安尼嘛好啊。我有叫迄阿祖啊吼，另外替咱去靠，搁找新的对象。啊，不过这摆哦，你还教我做伙去考坑，叫伊一定爱去相亲才会用的啦。你心好，软心吼，搁让伊哦。咱为着伊的祝福，咱搞许淡薄仔压力啊！我都唔相信高晓云遐尔济查甫人，啊，着找无半个去可嫁伊。啊，你安尼逼有啥物路用啦？要嫁的人是伊，是要甲伊红世过世人的呢。哎呦，花店吼，我就是要甲找对象嘛。迄邓先生吼，若继续安尼无消无息，我相信去可早晚会听咱的啦。什么来？阿贵小姐，阿你刚刚有常常去博翔遐里头佚佗啊？会啊，有闲的时阵都会去。啊，不过我较常跟我姊妹伴去看戏啦。看戏啊？我真怀念哦，进前咱大家做伙就去看戏的时阵啊，你当阵啊。听你讲你对戏的看法，我心内嘛真认同嘞。你要陪我再去看戏无？好啊。伊拄啊退伍无偌久，身躯一定无啥物钱，还阁请我甲神秘食红豆汤，我袂用阁予伊开钱啊。成功哦好哦，你请阮食红豆汤，小等看戏，我请你。哪会当会这客气啦？这是阮家的礼数，有来有往啊。Kiko，Kiko，Kiko， 神秘甲 Kiko 拢无看的人嘞，啊，咪走一堆呢。敢会是去过带神秘啊，去外口佚佗？
真如你来啊！啊，你敢知影去搞啥一堆？嗯？阿姊无伫厝诶哦。你也毋知影走一堆哦。真如，你敢知影去搞最近，敢还阁有甲迄个郑先生伫来往？哦，我有听阿姊讲，迄个郑先生哦，最近都无消息呢。我来甲你讲过哦，迄郑先生无消息咯，都是无想要甲去搞来往啦。安尼上好，安尼去搞就死死，毋得换别人啊啦。不过，阿姊甲先跟你答应郑先生的消息呢。啊，安尼我紧来拜公妈，我请公妈保庇哦。保庇迄郑先生甲咱去考，以后哦，田无高，水无流，无任何的瓜葛。我无希望去考过去新竹遐尼远的所在啦。郑先生，多谢你今日来看我。阿月小姐，后盖我一定过来找你的。啊，只是唔知影你愿意像今仔日安尼，跟我出来佚佗无？会用的啊。安尼，我等伊哦，佮写批予你好无？嗯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像之前安尼哦。无消无息啦！我知影啦。你先讲。我是讲哦，哪会这热呢？是啊，今仔日足热的。啊，应该是哦，因为新竹的风浪拢较透啦。啊，平常时哦，迄冷风哦，安尼扇袂停的。啊，无像咱高雄。天气较好，那是有机会，我最想要去新竹行行看看的。好啊，啊顺便来阮家坐坐啦，阮厝内人一定足欢迎你的。嗯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去。哎，水里哦，水里哦，小。这乞讨吼，那到即摆还袂转来，是走一堆啦。免烦恼啦，啥物都转来啦。来啦，咱食茶啦，哈，食茶。豆沙，卡沙，子路，你嘛伫个？阿姊。我来甲你讲哦，免烦恼啊，你马上回家，我先带伊去山区。好啊，多谢你啊。没啦。啊！你是甲贤美传去地啊？哪会到即马才转来啊？嗯，我著带伊去看电影，去踅街啊。你一个人去？啊！你平常时啊，毋是拢甲你个姊妹仔伴做伙去？就一个特别朋友来，我甲伊出去啦。特别的朋友啊？啊是啥物人？就是迄个郑先生啊。啥物啊？郑先生。啊，我有听唔对无？哎，啊，人去过，伊明明就讲是郑先生啊。是啊，伊真正足有心的呢，专工为新竹来看我，还佫讲交拄袂着我，专工坐暗车落来，透早就到咱家。啊，一个遐尼久无消息的人，雄雄来找你，这到底是甚物意思啊？伊有甲我回信的啊啦，伊讲吼，以后会常常写批给我。有闲就会来看我，伊阁讲好要找一天带我去新竹佚佗呢。唉，才当伊欢喜讲，这两个人无咧联络啊，啊，阁雄雄甲我走出来啦。唉，这两个人哦，也毋知到底是啥物款的缘分啊，安尼几六个月无消无息，啊，阁雄雄出现。安尼乞讨，免哪会死心？啊，即摆吼，我当咧甲乞讨找对象，伊就甲我走出来，爱是刁工咧甲我作对哦。佮要带乞讨去新竹，伊是啥物意思啦？
啊，无讲要嫁伊啊啦。少年人哦，对着感情的代志，总是会较冲动，啊嘛会较欠少思考啦。啊，毋是讲迄个丁先生，因家的环境无好，无得讲哦，互人去考，去寻得一逝，啊，会了解丁先生伊的生活甲伊的环境，无得着哦，伊的想法都无共款啊哦，毕竟哦。迄生活背景无同啊，那去考从做囡仔到我即马，从来都毋捌食苦过。我想哦，应该去考虑到这点。你就先莫烦恼啦。啊，搁再讲哦，你急也无路用啊，咱就先观察看卖咧，再搁拍算哈。奇怪呢，迄红豆汤啊，啉到遮侪摆啊，是安怎今日感觉特别甜啊？迄是因为有郑先生陪你，你毋才会感觉迄碗红豆汤特别甜。真毋是咧，明明就是因为头家的汤放伤侪啊。哎，阿姊，你即摆心情吼，我完全会当体会。啊，就亲像我甲野村做伙啊，我就感觉像加一个靠山，啊有伊的照顾甲关心，我甲伊做伙哦，我嘛感觉足甜蜜、足温暖的。是啊，你想看卖，迄郑先生吼、哦，为着要找我，专工我先着来故乡，陪我食物件，搁带我去看戏，然后搁家己一人坐车转去。你讲啦。伊安尼是毋是做有心的？是，做有心的。我嘛替阿姊欢喜啊，因为叶正先生吼，终身表达伊对你的心意啊。啊，毋过，伊又毋过安怎？啊，就算郑先生来找你，啊，你会当做伙无？嘛是会当靠上同意啊。啊，伊遮尔欢喜，你甲郑先生无联络？啊，想袂到伊突然间阁出现。阿姊，我认为吼，你嘛是爱顾虑着卡桑的心情啊。这我拢知啦，啊，毋过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，卡桑最后一定会同意的。吼、哦，你遮尔有信心哦？当然咯，我对家己的选择有信心啊。我甲迄个郑先生吼，一定是有缘啦。是。千里来相会嘛，吼！梁山伯一心要把英台放呀！哎，你哪里去？哎，笑什么笑？你个笑，你个笑，你个笑啊！杨杰啊，啊，你是毋是咧看你佮意许伊住伫迄庄爷小姐写来批啊？是啊，啊，伊批内底讲想要来新竹耍啊。是哦，啊，恁两个人毋是拄交往无偌久，啊，伊哪样样讲要来新竹耍啊？啊，着顶摆我去找伊啊，啊，伊着足好奇讲想要来看咱家啦。啊，你有甲讲咱家的情形无？我顶摆也讲啊，讲较早吼，咱是安怎过日子的，啊，即摆吼，阁是安怎过日子的，我拢讲啊。欠吉啦，你讲是无毋对啦，啊，若着遮老实，啊，所有啊拢讲予这小姐听，啊，这小姐想咱家遮善，啊，毋嫁你要安怎？因家袂安尼看悬无看低啦，袂啦。上好是袂安尼啦，啊好听话吼，啥物人拢会当讲啦。啊到时阵吼，若是讲着嫁娶，
家里遐咧嫌东嫌西，安尼哦，就会歹看。杜叔啊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假使讲这个人哦，若是爱嫁好啊，就是爱斗阵一世人，我唔只会较坦白，甲伊讲咱兜的情形。啊，假使讲伊若来看到，啊，惊到说无爱嫁好啊，安尼煞煞去啊。你安尼讲嘛对啦。啊，既然小姐喜欢，咱嘛无希望去共迄件走着无。在，阁会当看到阿宽小姐，希望天会当较紧光。唔知啊，你愿意像今仔日安尼，跟我出来佚佗无？会用个啊。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让阿宽小姐来心得算甲种欢喜。希望阿月小姐不是一个看官无看家的人，安尼咱两个人的缘分才会当久久长长。明仔郑先生就来叫我去承德啊！我唔知因家是虾米款呢？厝内的人敢好斗阵，敢会欢迎我？一定要让家里的人有好的印象，明仔要好好表现。来来来，这多泡好的茶，你试看卖啊，好。饮茶啦。哦，多谢阿母。来来来来，坐啦坐啦坐啦，别客气。这茶吼足甘的呢，你啉看卖啊嘞，吼。好。足好啉的，足甘的呢。啊，有影，丁先生，我听阮去口咧讲吼，讲你退伍嘛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吼，啊，唔知即马。你做什么事业吼？我即马伫咧卖杂货，啊打做尔，所以赚是真济啦。吼，人咧讲吼，万事起头难啦。少年人吼，总是爱食淡薄仔苦，安尼后摆若是有发展吼，嘛才会知影通好好好珍惜。是啦，阿伯讲了足对的，我一定好好骨力打拼。阁算是一个真古意的囡仔啦。
回答嘛真实在，啊，都唔知影因家的情形啥款，我来甲问看卖。林先生，家偷到啦。多谢阿母。林先生，恁家阁有啥物人啊？阮阿爸真早就过身啦，厝内底除了阮阿母以外，我阁有三个阿兄，我是上细汉的。哦，上细汉的哦。那呢，你甲恁阿兄阿嫂住做伙是无？我甲阮大兄大嫂、阿母，阁有大兄的囡仔住做伙。大兄的囡仔已经出大汉啦，伫咧食头路啊。恁阿兄甲你差遐济岁哦？是啦，阮阿爸过身了，阮大兄就像阮阿爸同款咧照顾我。啊，阮大嫂嘛是同款，厝内厝外拢是咧欢的，所以我就尊敬因的。听起来，因大嫂伫咧厝内是真有分量哦。啊，你三阿兄咧食啥物头路啊？阮大兄是警察，啊二兄伫咧铁路局食头路，啊三兄伫咧做社工的。哦，安尼拢算是只安稳的工课啦。啊你咧，你后摆有啥物打算？宋慧英的一世人拢来卖十岁啊。卡萨，火车时间到啊，阮要卖货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啊恁紧去哈，阿兄弟小姐，我去过才麻烦你照顾伊哈。阿伯阿母，您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阿月小姐。好啊啦，来去啊。安尼，我先来啊。啊，好好好。Kiko 啊 ，Kiko， 人伫咧外口啊，较细你个哦哈。我知啦，别烦了，较细你个哦。我来了。啊！哎，小丽啦，有安怎无啊？歹势啦。情君哪会惊咯？加减啦。啊，而且咱遮吼，嘛不穿到这时间。我俩准讲，新竹甲高雄是同款的。高雄哦是大都市，啊，这哪会当算半个庄卡尔？咱豆豆来，无急啦，阮兜就伫头前尔。好，小姐，请您坐。来来来，您坐您坐。多谢。来。这个查某囡仔看起来真大方，嘛真有礼貌。这个查某囡仔应该是真好斗阵。啊，坐几天的车，巴肚一定真枵吼。我去后边吼泡面给你吃啦。大嫂，歹势啦，用安尼给你麻烦啦。没啦没啦。啊，我那小姐，啊这吼是碰碰茶啦。啊，你著知影，阮新竹人拢啉即落茶，啊，你毋知惯势袂？啊，无啥物人要招待你，啊，真歹势。袂啦，这茶吼足好啉诶。有影哦。大兄，你倒来啊！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阿官阿小姐。大兄你好。你好，欢迎你来新竹佚佗啦。妈就客气啦，坐啦，坐啦，坐。阮大兄平常时拢伫个外地派出所伫遐无闲啦，今仔日哦是特别转来看你个。阿华小姐，啊你敢是头一届来新竹？是啊，我是头一届来，
啊，遮个风景甲阮高雄个拢无共款呢。啊，既然来新店，听着，你是爱带阿乖小姐四界行行看看呢？会啦，啊，咱个城隍庙吼，足有名个，我会带伊拜拜啦。来来来，你好啊！哦，来来来，金堂小姐哈，多谢大嫂，拄好八道腰啊。真真，这韭菜哦，是阮家己生的，配这面哦，足好食的哦。好食无？嗯。啊，我小姐，哦，阮厝的食物件拢真简单啦，啊，你唔知惯势咧。会啦。啊，这面甲种菜拢足好食的，啊，好食！哎呦，这家己生的，加食一寡，加食一寡。这是我的房间啦，来，请。啊！你的衫，奈要放伫橱仔内底，拢吊伫外口。我橱仔内底已经有放物件啦，啊，非得我的衫也无济啊，所以哦，就直接吊伫壁，安尼较贵气啦。啊，歹所在，啊，你就先委屈一下，啊，较晏哦，我甲送你去订好的旅社。好啊。讲起来哦，真歹势啦！啊，阮家伫只细间，甲恁家哦，实在是无法度比啦。这哪有要紧？啊，虽然恁家较细间，啊，不过足整齐的呢，看会出来吼，恁家的人足用心咧整理的。这拢是阮大叔的功劳啦。啊，阮大叔哦，厝内拢是咧花的。啊。啊。你真正会气嫌阮家的环境哦？哪会气嫌？啊，你是安怎直直问我这个问题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啊，阮家甲恁家差遮济，唔知影你也会惯习袂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啊，阮孙仔哦，昨昏开转来，啊，规家安尼哦吵吵闹闹，你也袂惯习啦。啊，而且哦，嘛要过房间，互你留来过暝啦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不要紧啦，你免歹势。真贵重嘞！是啊，因家吼真重礼数啦。这位千金小姐吼，实在是少客气的。暗顿食了，都想要洗碗滴嘞，我好洗哦，搁硬袂啦。看都嘛是实啦，啊，搁也袂翘头。啊，不过这位阿外小姐做代志哦。实在是足粗脚重的，啊，洗一个碗碟啊，都甲水槽喷甲拢是水啦。哦，阿母，大嫂，啊，我先送阿怪小姐去旅社哦。哦，爱谢你哦，啊，招待好好呢。我知啦，我先来啊。哎，金姐啊。啊。爱给你哦，甲阿怪小姐讲歹势啊，唔是咱气嫌伊，是咱到时候会，唔再去予伊带旅社。大嫂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甲讲过啊，讲无要紧。好啦，进去啦。来，请。多谢。
今仔暗得委屈你住遮啊。不要紧啦，住旅社嘛足舒适的。看到你欢喜啊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啊，你明仔一早啊，我甲接你四界踅踅。嗯，好。先来啊。嗯。天气因兜的环境真正无啥好呢，啊，毋过伊拢无温暖，安尼讲起来，伊这个人是足可以，阁老实。我真正伫个心底安尼，就亲像咧做梦共款。伊住个所在，甲伊厝内底个人，拢是头一摆看到。也毋过，却感觉特别亲切。鱼子哦，啊，这乌鱼子哦，食补嘛食贵呢，是有钱人才食得起的。假使伊也真正叫咱点吉啊，算起来是咱高攀呢。啊，人是千金小姐。啊，咱这款家庭，哎呦，啊来咱家敢会适应？我嘛是安尼想啦。虽然伊个人哦真好斗阵啦，啊，不过咱两边的生活环境哦差遐尼济，哎，唔知伊哦万一要嫁过来无？点解？啊，你刚已经决定讲？阿月小姐，就是你想要娶的对象啊？嗯，我足喜欢伊的，尤其是我甲阮阿小姐上过身了，我更加确定我想要娶的人就是伊啊。照你讲哦，你有好的对象，我去做阿兄是应该要鼓励你甲追求啦。大爷，啊是安怎呀？你也知影呢，要做到第家新妇是真无简单，因为咱家无祖产，就参照你的大嫂，迄当年哦是真无简单，伊的后头厝甲答应讲哦，要将伊嫁我这个三小姐，啊结果呢？结婚了后，我当年拢伫外口伫轮值，嘛无伫厝诶。啊，规个家哦，拢是伊伫咧还。安尼一日十年都过去啊。讲起来，嘛是足辛苦诶。就是毋知影讲哦，阿外小姐是毋是嘛愿意安尼吃苦？大兄。是毋是惊阿哥咱小姐袂用个食苦啊？嘛无一定是安尼啦。今日阿爸小姐已经来为咱兜啊，我相信伊个心肝内有伊家己个想法。虽然讲阿爸小姐看起来变安尼娇滴滴，也真好斗阵，不过若是千金小姐呢，就算讲会让咱气嫌。天琪，你莫失望哦。
我天齐啦。高子。高子。对啦，等一下。这是我昨昏去买，你试穿看卖。有啊。穿看卖啦。拄啊好哦，真好看呢。啊，恁奶这敖，知影我的寸尺。我看你吊伫房间迄挂衫拢旧啊，就想要替你买新的。好佳哉，这寸尺拄啊好。啊，这阁有一领啦，你摕当去穿。你就细心的呢，多谢你啦。我即毛，我唔敢回来啊。啊，你着穿个啊，你穿个足好看。陈凤爷，请你保庇我，会当甲心爱的人做伙一世人。啊，若真正是会当安尼，我一定会过来甲你说多谢。陈凤爷，请你甲我保庇。虽然阮家无好呀，啊，不过我对伊是真心的，希望你会当成全我，拜托你啊。坐火车时间还够早，你要带去倒佚佗？啊，无我带你去听免钱的音乐。免钱的音乐？嗯。好啊。行。我吃冰。细汉的时阵哦，厝内真馋，我着斗三工卖冰啊。啊，有时阵哦，生理歹啊，迄冰拢卖袂出去。我看着哦，拢硬气啊，我着就唔甘的。敢若讲，迄硬气哦，拢是钱嘞。想袂到你细汉时阵遮尔辛苦，厝内环境歹，都爱靠家己啊，我真认份啊。足好听的呢，也毋过奈感觉足可怜的。我想吼，这应该是因的心情啦。有时阵安尼听听的，会让有想要哭的感觉。我记得你捌讲过，音乐是要用嘴讲的歌词，你应该甲伊是同款的心情吼。是啊，是要用嘴讲的歌词的。应该啊，就是因为听到这个歌。就随甲我满房的污渍拢清了了啊！你常常污渍哦？嗯，生理歹的时阵，前途茫茫的时阵，阁有前一阵仔想你的时阵，想我的时阵。我著一面听歌，一面想着进前甲你伫无上影因兜的代志，伫咧想，毋知影你即摆咧做啥，啊是毋是阁会记得我？就
就一直安尼想来想去啊。那是我真正把你放袂记啊，有别的对象，你要安怎？我会安怎？我应该真艰苦啊。啊，不过哦，好佳哉，我去恁家，知影你阁无对象诶，真正是好佳哉。转